一个通往地心的神秘洞穴，所有的秘密即将揭开。跟着我们一起进入魔宫地形吧。公开坐位背哈，到底在哪？看什么？看蛇。哦，这大尾。看蛇，这大个。嘿，啊，讲天咧，跟那三四点啊，拢出来烧卤水啦，哈。哎，有一个怪味道哦，这边还是新鲜的，湿的，哎，都这么熟到病了。上帝创造一个人要花上数十亿年，但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。我生命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啊，是在北台湾的基隆。100多年前，神秘的凯达格兰族曾经在这个区域建立了一个地底王国，入口就在背后那个山区。跟着我们进去一探究竟吧，走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在这北部滨海山区所发现的地洞，几乎都流传着同一个神秘而恐怖的传说。传说洞内有着数以百计的蛇群与巨蟒，守护着凯达格兰的宝藏。附近的居民说：“无啦，我是无看，我是捌看人讲，平常较济岁去背吼，到底遮个人我捌看。看到啥物？看到蛇。看大尾。讲足大尾。顶一辈人捌讲看蛇遮大块。嘿嘿嘿，啊讲讲天要光啊三四点啊吼，拢出来烧卤水啦吼，啊天也要光就走入去，无害过人。传说。传说中。啊，敢若讲啊，天要光啊，五六点拢扫入去啊。哦，就天光就入去啊。嘿。啊，若天暗才有出来。嘛，毋是天暗，敢是讲吼，人要困啊，嘿。哦。人才会出来安尼啦。就是为遮嘛会到就对啊啦。会啦。啊，上次说吼。会啦。你对康尼讲，我遐边一条路去。好。啊，小心啦吼。从阿尚的口中，我们更证实了传说中蛇洞的存在。根据研究显示，凯达格兰族的地洞大多建在通风良好的山凹里。我们循线上山寻找入口，经过了一个小时的垂直爬升，我们终于到达了临线的风口。我们现在应该是从这边路，有一点已经我们要往下切了。我们现在在比较高的地方。听到这边海拔多少啊？这边哦，好。这边-50公尺哎，应该有一点误差，因为我记得基隆好像是比较低的，低于海平面的，像台北也是。低于海平面55公尺，依照常理判断，应该是高度表出了问题，但却又让人不禁联想，是不是隐藏于这山区地底深处的某种神秘力量，正干扰我们的行为和思绪？寻找蛇洞传说的神圣使命。即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恐怖、未知的黑暗地带，无形的压力和紧张的情绪几乎分化了伙伴们的注意力，而酿成意外。没有，这边很滑的，小心哦，不要踩到那个树根，踩到树根比较容易滑。随着若有似无的路基下切，我们仿佛进入了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。我想，我们正一步步地踏进了死亡的境界。哎，这边有一个洞口哎，找到了。对，应该是有一个洞口。应该是哦，应该是，因为这应该是人工挖的，这不是自然的洞。手电筒翻看看，好。等一下，进去之前先把那个头盔戴起来。哦，好，我看一下，我先照一下看看。
没有底啊？没有，它里面转进去，在里面有点往上斜的感觉，看不到。虽然从洞内崩塌的状况可以知道里面必定危机四伏，不过为了确定是否为通往地底王国的入口，我们决定冒险一探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到，在这个山区找到这个，应该是地洞的入口。可是我们这样子在这边看的时候，看不到里面到底是怎么样。那我们现在跟嘉浩两个人要先进去看看，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地底王国的入口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看了，等下再说好了。嘉浩、赫北，好，走，我们先走，小心点啊。好好。卸下来才过得去。我先进去看看。明道可不可以？下我看一下。可不可以，明道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过得去，我过得去。你们要小心一点，大鹏小心一点哦，不要被卡住了。欸，有一个怪味道哦，后面跟上哈，帮忙一下哈。可以啦，过来过来。好。才通过第一个关卡，进入这足以容纳大火的狭窄空间，还来不及调匀呼吸，眼前又出现另一个考验，好像不能过。我试看看，我试看看。我如果可以过的话，应该除了大毛都可以过。你要小心点啊！明道。是不是很深啊？对，有点往下。那个落石的声音好恐怖哦！明道，小心哦！听那声音很恐怖哎，好像很深哎。明道，后面有没有地方喘？先看一下。往下去哎！啊？一直下去。有没有地方有没有变大？没有，还是窄的。好，下去看看，下去看看，小心一点。安静有时也会变得可怕，尤其是在这神秘的地洞中，失去了我的踪影，伙伴们不禁紧张了起来。明道，明道，坚雄，明道，明道，为什么没有声音啊？明道，明道，明道。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下面可以还有路吗？哦，你要回答吗？我听不到你们讲话。好，了解，收到了。走吧，下去吧。什么东西都拿了。啊。
在探洞的过程中，必须有伙伴的互相照应，任何时候都必须以两人行动为准，这是探洞的基本安全考量。喂，你的脚先下，不要那个，慢慢的蹲下来。两升级，好，来，好，过了。这个洞真的是很不好走，不过还好后面那一边是整个已经开宽的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崩塌过的，后面是比较宽，比较好走。这个蛇大便，这边还是新鲜的，湿的。对，他们下到的时候就在这样吗？那大概会不会是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？在哪里？不是啊，那蝙蝠大便吧？还是老鼠？不是啊，老鼠不是应该不是。这是什么大便？这也是一颗一颗的啊。如果眼前真的是蛇的排遗，那我们与蛇群真的很接近了。望着眼前的洞口，一股不祥的感觉隐约浮上心头。那我们现在已经下来多少了？我看一下。负65公尺，65，刚好吧，所以我们还在往上，奇怪。没有，我们刚是55，然后我们现在又往下10公尺。真的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没想到通过前面两段崩塌处，居然出现这明显的人为坑道。我想，我们真的找到入口了。这个都是人工的凿痕的，那边像这个啊，它这个不是很平，这个都是人工凿痕，它这边这个凿刻的痕迹非常明显，这个是人工挖的，这边这个是以前那个凯达格兰族因为他们挖的地洞，传说是真的。每往前一步，我们就多接近地心一分，相对的也就多一分危险。顺着隧道不断的走下去。终于有了发现。有岔路哎，岔路。对，看看几条，两边哎，两条。两边哦。啊，没有，不是，它这边是死的。哦，不是，应该是这一边。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，它可能是找到这边来，可能发现这边岩层比较不好找，就往那边找吧。嗯。我们过去，应该是那边。走另外一条。快点，这空气好像越来越少了。这边洞好像越来越湿嘞。我们越来越往下走，好像比较湿这边。上面有两个洞，下面也有两个。那边有一条，这边有一条，总共四个洞啊。对啊，我先上去看看好了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你们先不要移动。右边那一边是没有路的，塌掉的，我往左边这边进去。好。好。小心哦。好。可不可以走啊？没有，没有路哦。它这边是像一个本来一整块大岩石在上面嘛，然后可能整块大岩石崩下来，所以它两边都会有一个缝，可是其实后面是死的。它这边是一颗就是崩落的，这样崩整块崩下来的，没有路，没路啊，没有路，这边是崩的。那走吧，下去吧，下面还有两个洞要走。好，看看哪一个洞能……那这样子比较好，不会四个洞实在是分四组太危险了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来，没关系，可以。而且我刚在上面的时候看到啊，像这个白白的这个有没有？我刚在下面看的时候，以为是它那个岩石的纹路，就后来我上去看的时候不是，它这是有点类似钟乳石，像这样子。有点类似钟乳石那种东西，
这个洞应该是非常久的。三号，你那边时间几点？我看一下，1:12。3:12。好，那这样7分，跟我差5分嘛。好，如果假如说我们联络不上的话，我们半小时就折返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小心一点哦，你们那边。为了不遗漏任何有关凯达格兰帝国的遗迹，也为了节省时间，尽管危险，我们还是决定兵分两路。看这个上面钟乳石很多哎。对啊。这应该花了很多时间才形成的吧？钟乳石我记得好像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够长1公分，它是用公分算的。里面还有路吗？有，越来越小，我去看一下。越来越小，那进得去吗？我觉得这边应该是本来是有洞，然后是往下的，可是这些土淹起来的。因为这下面是土，是岩石。不然我进去看看就好，然后看我们看是如果说这个洞过去就又是这样子，我们就想办法。如果不是，可能到那边可能真的塌掉的话，那再折回来了。小心点哦。慢一点。好，你不要站起来哈。没有，它像我们刚刚想的一样，这个洞呢是这样子往下的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岩缝，然后照理说应该是一直宽下去的嘛，可是它下面被淹起来以后，就只剩上面这个缝而已了。没有办法下去。那你用无线电。跟他们讲一下吧，说这边的洞没有办法下去。等我一下。对，我们追过去赶他们那边，看他们那边有没有希望。这个洞太久了，地层很多变动。建宏。大毛，你好。你到声音了。对啊。哎，我是大毛。大毛，那个情况怎么样？我们这边路很难走。那这样子，你们在那边等我们一下，因为我们这边卡住了。知道过来的路吗？可以，我们回去追你们，你们先不要动哈，在原地。没想到走投无路的竟会是我们这一组。确定了另一组队员的位置之后，随即前往跟他们会合。钟乳石的出现代表了这块区域水气丰富，也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。他们在前面，我看到灯了。我们那边没有办法走，没办法。对，我上先到，先边休息一下。手臂滑。喂，现在几点？4:20。4:20。现在几点了？10:00。现在到现在，快6个小时。对，我们要不要继续走？大家想一下，因为现在这个看这个地形都是崩塌的石头，像这个。你走呀，你走出去又是6个小时。啊，那你走出去已经12点了。你们带干粮？有啊。那这样还是我们再往前走一段。好吧，好不好？往前走吧，我们再走一段。很难想象，在低于海平面将近有100公尺的洞穴中，还能有如此丰富的地形变化。洞穴中的空气无法正常的流通，浑浊而且稀薄。要在这样的环境里。挑战接近垂直的陡上坡，是要比平常多花上1倍的力气，而且还需要互相扶持，才能确保安全。踩好。Thank you.
下我们就去楼上。好，那我先上去啊。跟上，后面跟上。前面路往下了，等等。这边往下了，这边比较低啊，小心哦。哎，你刚不是在你进来那边有看到蛇大便吗？你到现在都还没有遇到，都没有发现，有可能还在里面吗？不是。会不会是里面会有什么蛇窟之类的？太久没有人来。对啊，应该有。下切的过程一样艰辛，除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双腿上外，还得注意视力范围之内的所有东西。毕竟谁都不愿意惊扰了可能隐藏在洞穴内的蛇群。那你爸很多了，不要打扰了，慢慢爬。哎，你看这边上面都有那种黑黑的，像烟熏的痕迹，哎，生火的痕迹，还有那边。我们看来，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接近凯达格兰族的前锋地底王国了。疑似凯达格兰先民留下的遗迹，适时的鼓舞了我们的士气，让我们继续朝地心走去。有路吗？要看看呢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前面这边又是一个岩缝哎。不过它下面这边比较宽，应该钻得进去。我先进去看看好了。要小心一点。好。可以过吗？可以。这边有一个很像房间的空间呢。前面还有没有路？可以过。再往前，那个加号跟上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顾不得可能存在的危险，还是得进去一探究竟。进去看一下。前面这边很窄哦，小心哦。我们先过去看看。那我先过去了，好，你先过去，我先帮你，你待在接 DV 哦。小心一点哦。好多漂流木哦。漂流木？对，好像是以前海底留下来的。真的吗？对，好多漂流木。有地方可以踩吗？可以，我过来了。可以过，这边很窄而已。怎么这么多木头啊？我靠！小心脚。哎，你好。过得来，后面的跟上。这边比较危险，小心那个脚不要卡到岩石的缝里面哦。来，前面帮忙看一下遗迹哦。来。如果要将夹缝中求生存这六个字变成画面，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？我一下发作。我的脚卡住了，这个上滑已经过不去了。都过来了吗？都过来了。啊，后面我来劝你，前面继续走。好，前面可以了，前面有蝙蝠，前面应该可以过去，前面比较宽的。在凯达格兰的信仰体系当中，蝙蝠代表的是守护神，永久守护着地底神殿。如今蝙蝠的出现，
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已经接近，或者是进入了地底王国的核心？你去问把那石头搬开，可以搬开，脚夹到了。夹到？怎样？夹到那个谁啊？明道，夹到了，卡住了。这样可以吗？轻一点啊！夹到了，过来帮他一下。不要！看到你后面玩出来，后面对。哇！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已经来了。他脚有没有夹住？被一个石头卡住，轻一点啊！能不能抬起来？有没有办法抬起来？动吗？没有办法动了。他能看吗？有，我现在给你动太远，他上网动一下，看能不能冲出去。出来，大毛忍一下啊，大毛忍一下，小心他。等一下，出来。在伙伴们的通力合作下，终于有惊无险的从夹缝中将肥大笨重的大毛给救了出来。在检查之后，还好只受了点皮肉伤，不会影响到正常的活动。要不然啊，要将它运出洞外，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刚看前面那边好像比较空旷，我们要不要再休息一下？那个谁，嘉浩，那个有，哎，你们前面那边有没有地方比较宽可以休息的？有哈，那我们再往前，你还再深一点好不好？你们先出去，我们从后面慢慢出去。对啊，那个嘉浩，你顾一下他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到前面去探路。那个，你到我们这个前面，你先休息一下哈。你们先到前面去。下方比较好一点。哦，我坐一下，你们先出去。啊！下方，大宝，出来，大宝，这边比较快。先坐一下。眼前的红字的确是人为的，这洞内出现的东西是越来越古怪。不过我还是觉得这边有点奇怪。你看这边的石头摆的方式啊，还有在旁边有，我们这边有很多个洞是会在这边的。这边是不是有点像假设真的是地底王国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是有点像走廊以后，它这边可能是一个中继站，休息，就是可能像也是像我们一样，可能走很远一样在这边休息的。现在这边有两个洞，这边有三个洞。我先看一下这个洞到底。犹如迷宫一般，这地洞的分岔路是越来越多了。每一个洞都有可能带我们通往凯达格兰的宝库。不过眼前这清澈见底的水洞，似乎并不通往任何地方。这应该是我们先看那两个，走。我们分开来好了。随着入洞时间的增加，危险性也相对的增高。为了节省时间，
我们再次兵分两路，深入地底迷宫，希望能够尽快的找到出口。他们有回来了吗？他们回来了还没看到。那边没有路哎。等到路都不回来。那边塌了。希望他们那边有路。不行了，这就多了。你还好吧？嗯。有没有比较不痛？好多了是不是。我也不管住。再等一下吧。还走了几分钟了？几分钟了？没有，我们没有走那么久，大概十分钟。我们到现在大概十分钟，他们应该快回来了。哎，我听到声音了，郑雄。哎，怎么样？有路吗？我们这边没路。没路。那现在怎么样？我们讨论一下，因为现在几点钟了？我们现在进来。现在8:30了。8:30。对啊。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出去的话，如果从原路出去，大概需要差不多9个小时。6个小时。9个小时，没有了，我们不用找路，大概6个了。对。啊。就是大王这样。这边的确有，完全是我们现在。先找到出路。对。大家都同意从这边出去吗？那我们就试探看。好啊，去试探看。大宝，先休息了。仔细的探看过每条岔路后，并未如预期般的找到出口。望着眼前这条水路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。还可以吗？可以，这边大概到我膝盖。是啊，前面呢？这边水其实还蛮清的，我看不会很深诶，大概都要膝盖。大王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，这样跟着我们走哦。哦，水好冰哦。我们走右手边了。很软哦，你们要小心一点，不要鞋子被吸住了。那谁下去了？哦，我今天先下去，我左脚。这边有一块石头，你的左手边有一块石头，这边我站在这地方。我脚先拿起来。好了。没用啊，右脚又吸下去。要吸了，得告别做。我这边，你现在提起来吗？右脚也伸下去，我左脚越来越深了啦，等一下。你脚先起来，我帮你挖起来。看见大毛的身体缓缓沉入泥沼中，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我和建雄紧张的一人站一边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终于将大毛从泥沼中给救了出来。真的可以走吗？可以啊。我看到大毛这样，我会害怕。我想现在已经不能害怕了。为了解开这地底王国的秘密，我们唯有继续前进。不过这接近零度的水温，让人真的快受不了了。慢慢。前面是陆地，对，我们快出去了。可以吗，大毛？用快点，走路要快一点，才不会陷下去。你先走，我等一下赖哥。我要等赖哥哦。对，赖哥快一点，这边比较好站。来，
这边比较深哦，你左边，我左手边，我左手边，对，手给他左边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出来，后面都有跟上来吗？有，我最后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口袋的水倒出来，不然很重。大王，前面怎么样？还有一个通道。那过去看喽。哎，小心点。去帮我拿那个。我脚在痛。你脚在痛。我看到你们垃圾了啊！你看到垃圾。我看到你们出口。好，走，快！我看到出口了。哇！哇！现在已经10:40了。12个小时，我们进来12个小时，啊，我们总算有看到一些以前凯达格兰族的这个地洞的痕迹，比较有看到遗迹，他有可能是，应该是那个地理王国的，应该是真的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次我们的任务应该算我们非常的成功。好远啊！对啊，快去晒晒伤。我想摸黑下山总比在洞里迷路的好，不过这洞中的一切真的让人不得不怀疑，以当时的科技是如何建构如此复杂庞大的地理迷宫？难道它就是凯达格兰王国的一部分吗？那传说中守护宝藏的巨蟒及蛇群是否真的存在？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回来。上帝创造一个人要花上数十亿年，但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。我生命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。在这边呢，是我们等一下要出海的港口。今天我们出去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跟他们一起标旗语。先上船哦。先上船吧。好。我们现在准备要离港啦。我昨天呢，在一本书上面看到，特海人有特海人的命。现在我们就要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讨海人的命。冷冽的东北季风铲起了满池的海水，卷起了高亢的浪丘，也沸腾了回游在旗鱼体内的血液，点燃了埋藏在讨海人血脉里的火花。今日我们有幸参与盛会，见证这一场阳刚的对决。现在已经天亮了，外面浪这么大，我们现在要在这一边吃饭。浪浪这个是我们船长，这是我们船长。今天咱的吃饭没有？哎，咱安尼吃，咱安尼吃。哎，阮可能无得吃，你可能会先吃。我没办法吃。你看一下那个浪真的很大，跟我想象中的海面上真的很不一样。哎，我想象中的海面就是平平的，我们镜头上很多拍起来都平平的。所以你真的坐在船上啊，那个海是一波一波像山一样这样子，哦，非常厚，还不是一个啊，这海面很大，海面很大，人家就会有很大的。望着简单但是美味的早餐，第一次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。渔船破浪而行，不断的挑动我的平衡神经。大幅度起伏的海浪
更是无情地吻咬我的尸体，弄得我分不清南北西东，画不出海天的交集。原来晕船是那么痛苦的事。我现在已经开始在晕船了，然后这边的浪啊是他们说最大的，然后那个船长他已经站到前面那边去，准备要就是开始在找鱼，然后上面的人啊也都开始在找那个旗鱼，因为海浪越大就越会有旗鱼在那边游。那我现在想爬到那个甲板上那个。能站上标台标旗鱼是何等的荣耀与威风，虽然已经晕得快撑不住了，但还是要试着说服船长，让我一圆神标手的妄想。你搬咧标旗时的时阵，你这种不会是比较特别的代志咧？有较特别的代志，就是讲有当时去拄着甲乌尾红山、豆红山，阮大天标一尾到千几斤，到千几公斤。到千几公斤哦，咱的标准甲大尾咯。放鱼了，我今天看到鱼啊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阿杰，阿杰，这边啊！在海上航行了大半天，终于发现鱼踪。基于安全上的考量，船长只同意让我担任二手的工作。只见船长卯足了全力，既狠且准地射出了手中的标杆。标到了！满怀着期待，等候着战利品浮出水面，但我们失望了。就是我第一次出海的战利品。对标手来说，海是他们的舞台。与其说是舞台，倒不如以战场形容来得贴切。秋末冬初是旗鱼洄游的季节，也是这些战士出征沙场、扬名立万的机会。渔民靠海而食，大海则全权掌握渔民的生计以及性命。讨海人与大海间纠缠不清的情感，就如同冒险王与冒险，剪不断，也理不清。上帝创造一个人，要花上数十亿年。但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，我生命的冒险旅程即将展开。我现在好期待那个火女神出来啊。真的是国王。